先来继续来看，有网友发文章来指控，讲疫情的期间，伫个旅店甲一间旅行社购买一个行程，是到奥地利捷克十天69000块。业者同时强调讲，疫情结束的三年内拢会使去，而且保证原价未来起价，所以伊就成立3000块的定金。结果今年要订5月到11月团，旅行社煞讲无团，甚至阁甲因推销另外一团，爱11万到12万，爱因补差价，实在真气恼，这根本就是咧诈骗。啊，旅行社是回应讲，今年5月到11月，这个机票已经予订满了，毋是故意袂出团啦，讲等甲对方咧研究，明年来出团。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，欣赏古早都市水，也能感受本地复兴的气氛。疫情解封，真侪台湾人拢会飞到东欧奥地利游山玩水，不过即马煞憋出旅游纠纷。有网友发文指控，疫情期间伫旅游展览，甲一间旅行社买10天奥地利69000块行程，业者强调疫情结束三年内拢会当阁去，而且保证袂阁起价，两个阿母着各拿3000块定金。结果今年要订国外婚、仔国婚的奥集团，旅行业煞讲无团，甚至阁宣传因兜11万到12万的奥集团爱阁补差价，含当初时讲好袂阁起价是天差甲地，根本就是诈骗。这个契约的那个必要支点其实都已经有了的话，那原则上而且又给付定金，那我们认为他契约就已经成立了。他必须要在3年之内，他必须要有这样的团出来，这是最先决的。如果要跟他主张，譬如说他要依照这个249条规定，他必须要退我2倍的定金的这件事情，就是必须要可归责于业者。当时旅行社回应是今年五月载过机票已经放电话，即卖已经联络着消费者，当兵当地咧敲明年1月或者是4月过出团，强调这规件代志是误会。以后看到太过便宜的团可能要想一下是不是真的会出团，还是不要这个把现金借给别人会是比较好。专家提醒民众，想要伫咧旅游点点去消费，会当提前做功课，调查清楚旅行业者名声，一分钱一分货，买物件得斟酌上过，才袂防骗甲戆戆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